喝多了你也不能打他呀，他往我车上吐，你擦一下不就完了？那多麻烦。哦，那拘留不麻烦。我走这儿。不小了，能不能让你妹妹少跑两趟？签字。做点好榜样，赶紧回去吧。举着，快！上车。下月你生日，想要什么早点说啊，到时候买了也不喜欢。你应该问我不想要什么，我不想要你这个姐姐，行吗？你了不起，你可真行啊，把你车弄脏了你就把人打了。无忌啊，你这个暴脾气他就不能改一改？小刘，能预支我点工资吗？你在我这儿一个月挣多少钱？3000。那你要多少钱啊？50000。滚！你那暴脾气能不能改改啊？我说你啊，真是。喂，什么事儿？洗衣机坏了，洗衣机坏了你为自己。我说你们这姐儿俩，一个屋子里住着，老死不相往来，一个上白班吧，一个上夜班，独居女性啊。好几年前就这样，看不起我。那你就不担心他吗？你说他上班那地方多危险呢？能管了他吗？刘姐，你们姐俩事儿我管不了。这样，钱的事儿啊，我再帮你想想办法。谢谢老刘。
啊，是是，我要啊，肯定要。一个月。哦，一个月肯定行。啊，哎，你别拿给别人看呢，我说了我要肯定就要的吗？这人怎么那么不相信人呢？啊，就首付嘛，一个月，一个月肯定凑齐首付，行吗？人呢？什么人？就这柜台后面那女孩。她下班了。下班了？她不是早上7:30才下班吗？一个女孩上夜班多不安全，我替她就行。你是她什么人啊？你找她有什么事情吗？你又是她什么人？你替她上夜班？造的够厉害的，你给个实在价呗，4000。4万。哎，这怎么不值这价啊？我能借你1万，还有4万，你得自己想办法了。谢谢老刘。这些年，你拼死拼活。这一下子都给你妹妹了，
你不心疼啊？你们俩再好好聊聊。你毕竟是亲姐妹嘛，有什么解决不了的？这么多年了，也不愿意加我微信，有什么可聊的？那你可得想好了，你这么一闹，你们俩可彻底回不去了。我的家很穷，也没多少人。我不记得妈妈长什么样子，爸爸一直躺在床上。二年级的时候，爸爸死了，家里只有我和姐姐。姐姐经常跟别人打架，别人吐她口水，她就打人，别人就拿石头丢我们。她骑着车带我逃跑，被卡车撞的，我的腿摔断了，他也没有钱治好。后来大家叫我瘸子，做瘸子我不难过，我就是想家里有爸爸和妈妈。我恨姐姐，我不要姐姐，我要爸爸妈妈。哦，我给你买的。别动！别打！把钱给我！钱！你别过来！我警告你，我已经报警了。喝酒！给我钱！你干嘛？来，你不要过来啊！你谁啊你？能把耳机摘了吗？我听得见。给你买了套房，不大，30几平米，把字签了，过几天就能过去住了。哦，对了，生日快乐。你什么意思呀？你不是一直想一个人住吗？我知道你上夜班就是不想跟我一块住，现在好了，不用天天对着我了，多好。我的生活凭什么你来做决定呀？刘基，爸走的那年我过生日，你带我去河边捡了这块石头，说是送给我当生日礼物。就这个破东西我藏了十几年，你现在说不要我就不要我了，我藏它干什么呀？我还给你。你不是想一个人住吗？你不是恨我吗？我能不恨你吗？我知道你偷看我写的作文了，我就是故意写给你看的。你还老冲我发脾气，我成绩不好，考试作弊，你说我是瘸子，说我腿瘸，心不能瘸。
那我腿是怎么成这样的呀？啊！你现在说不管我就不管我了，管你十几年了，腻了，行吧？我就怕你不管我了，我故意把东西弄乱，让你收拾，让你知道你还有我这个妹妹，让你知道我需要你。你不需要我，你长大了。那你觉得我不需要你的话，那你为什么每天晚上动得像狗一样陪我上夜班呢？因为你是瘸子，怕你受人欺负，你懂吗？出来签字。要是不管我，那我真的只是一个人了。在听什么？发给我，我也听听。耳机送给你，别太累了，给自己放几天假好不好？干嘛去？搬家。搬家？这房子这么快就下来了？那个4万块钱呢，哪儿来的？上班啊，我以后不上夜班。
换人了。给我你带着微笑的嘴角和眼眸。我换工作了。给我你未经雕琢。